當你從你嘅好熱愛嘅事情上面咧，見到一個機會，你自己係好透徹咁樣知道入邊嘅邏輯係非常之合理嘅，而身邊有好多人話俾你聽呢樣嘢係冇可能做到嘅時候咧，我建議你一定要做呢樣嘢，因為通常 innovation 或者係好嘅 idea 咧，都係大家睇唔到。如果大家睇到，神早就已經做咗。我希望即係大家對自己更有信心，對自己判斷更有信心。